们这边就能看到坡路了吧？是吧？这叫凌空路，凌云的那个凌，坏了，后门忘了，哦空，凌空路。航城路，航天的航，城市的城，航城路。从那儿也可以走着，好，我们就一直差不多就到了。我们现在一直走，你知道，实际上我们是，你要是在更高的一个视角来看，我们现在实际上是往海边骑，明白吧？实际上是我们是往机场骑，但是实际上我们是往海边骑，因为机场在海边，啊，现在离海边大概还有9-10公里左右吧，是吧？也就是说我们前面也就还剩下大概十多公里的这么一个陆地，再往前那就是东海了，是吧？哎，所以说你骑车的时候脑子里有一个地图，这个你感觉就很清晰了，是吧？一下这个画面你就感觉很突然之间就很清晰了。我们现在是往机场骑，机场在海边，我们实际上是往海边骑。
现在离机场还有19公里，9公里，10多公里，那就是海了。现在海拔66，码表上显示海拔66。
严格意义上来讲，从我们现在的这个位置往前，也就还剩下，具体说不好，十多公里的这个陆地，再往前就海洋，就到东海里面了，是吧？所以说，珍惜点陆地啊，仅有的这么几公里了。到飞机了哈，降落现在。
三个航站楼吧，两点钟方向。大鹅走，吃喝就全都有。我还是得走上面啊。不好意思，抱歉了，抱歉了，上海，这上不去了。树林就是凉快，
还有几公里，我们前面休息一会儿啊，在前面休息一会儿。